老师，快发装备吧。每个人都有机会啊，为啥这么着急呀？哎呀，大东老师，等会儿姚哥来了，我们就没机会了，我们必须先挑战。那不行啊，我也得人齐了再挑战。大东老师，你再不宣布太阳就要下山了。下什么山呀？还走着呢。老师，我来了。就你一天磨磨唧唧的。好了好了，人到齐了，我就开始宣布啊。老规矩，今天拿装备还是得做挑战啊。今天的挑战就是让蜡烛在水里燃烧。我长这么大却没见过蜡烛在水里燃烧的。就是啊，老师，你要是不想给我们给装备啊，就直说。平时让你们好好听课，一个个吊儿郎当的，真是。我看尤哥不说话，是不是已经有了答案了呢？当然，你要不看看我是谁，就需要一个杯子就能搞定了。废话少说，直接上手，开始你的表演。来吧，展示。那看着没有？哇，好神奇啊。嗯，不错啊，尤哥同学还是很厉害的。这次装备啊你就都拿走吧。行，老师，我这些装备啊我可就不客气了啊。哎妈，这三级头，哎再见。哎呀，我枪呢？